再来关心新冠疫情，伫咧顶礼拜新增加64例死亡的病例，这是这五个月以来的新冠纪录。疾管署预告，伫咧寒流过去了后，这礼拜类流感甲新冠疫情拢会达到高峰。另外，顶礼拜流感冒出现今年上少回流感死亡个案，是住伫咧外岛的3岁查某囡仔，得着流感引起脑炎，住院3礼拜也是不幸过身。最近天气的变化是真大，流感的威胁是袂当大意。顶礼拜全台湾急诊类流感就医94000多人次，是10年降低的第三关，而且增加8例流感死亡的病例。其中离岛有一个3岁细汉查某囡仔，本身无慢性病史，也无做过即季的流感疫苗，伊1月初发病，住院3礼拜嘛是因为脑炎引起呼吸衰竭死亡，变作今年年会上死流感死亡病例。脑部影像学检查认为是可能怀疑是脑炎。后来在加护病房之后，后续治疗，但是病况还是持续恶化，最后在1月下旬过世。另外，新冠疫情嘛，伫个高峰期，顶礼拜增加64例死亡病例，是最近5个月以来的新冠。而且，要4礼拜的监测发现讲，本土验出病毒株 JN 点，已是超过50%，已经成做咱国的新冠主流变异株。疾管署预告，伫寒流过后，这礼拜类流感含新冠疫情拢会到高峰。而且，伫过年了，新冠疫情阁会有另外一波的高峰。春节后哈，因为人潮的拥挤，还有南来北往，以及这个新冠的变异株目前已经改为 JN.1 为主的一个趋势哈，预估在春节后，这个新冠人可能有另外一波的一个高峰。另外，为了要过着过年时阵民众看医生的需求，疾管署将内院所来开呼吸道的特别门诊，已经有157间病院，规划要开1165间处，比往过开的间处拢较侪，民众会当伫各地卫生局的官网去查，为了应应国际上新冠疫情欠关，疾管署除了伫个桃园机场、金门小三通的港口、含高雄的小港机场等等，提供出入境的旅客自由去领新冠家用快筛。对2月初一开始，搁增加马祖的小三通港口，卖提供大家人会当领一盒家用快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